中管泛海水处理系统有限公司。你们的真实、合理、信赖、责任的四二理念，以及与全球顶尖饮用水生产企业长期合作经验，多年来，泛海一直致力于给国内外用户提供安全、卫生、稳定、可靠的桶瓶装饮用水水处理及包装设备。本片展示的是我司根据用户需求全新研发的水处理及五加仑桶装水生产线，每一个单体设备、管路及控制系统均严格按照欧洲 NSF 标准设计及制造，可根据用户要求定制600桶每小时、900桶每小时、1200桶每小时、1500桶每小时、2000桶每小时、2500桶每小时及3000桶每小时等不同规格的生产线。水箱，该水箱采用了全卫生型不锈钢结构，箱内与外界隔离，配置0.22微米呼吸过滤器，保证每一滴原水不受二次污染。全新的进出水方式 ，CRP 清洗装置，隔膜式泄味控制。及全圆壶内部结构，保质生产及清洗过程无任何残留。石英砂及活性炭过滤器，在传统工艺基础之上，我司在罐体结构的卫生级别、滤层分布、水流分布、气流分布等方面做了大量的优化及改进。例如，面板管路系统利用普通阀门实现了防混阀的功能，百分百防止过滤前的水与过滤后的水交叉污染，给成品水带来品质风险。反渗透系统，该系统采用了我司独有的摩可两端淡水产水工艺，慢开慢关型低压冲洗阀配合变频控制的高压泵，使得整个系统在任何状态均无水锤现象产生，对延长膜使用寿命，确保系统可靠、产水稳定、凸延均衡有良好的效果。臭氧混合系统，作为我们推荐的标准设计，生产线采用冲洗用水与灌装用水两套独立的臭氧混合系统工艺，且采用不同的水源水，
这样的配置优点在于，它不但满足了不同的生产工艺段对臭氧浓度、水源及品质控制要求的不同需求，而且大大降低系统的运行成本。同时，由于系统的特殊结构和原理，系统能够对臭氧浓度实现精确恒定的控制。该系统已被众多矿泉水生产企业作为溴酸盐控制的理想设备，目前已广泛运用于国内外客户多达100余套。拔盖机，不同于传统的拔盖机的吹盖方式，该设备采用机械手丢盖，在整个运行过程中可大大降低用户对压缩空气的耗损量，同时也降低了整个设备的运行噪音。外洗机，该外洗机利用2条传送皮带不同速比带动空桶旋转，并同时进行冲洗和刷洗。该机具备100%完全不卡桶、多工位冲洗、桶体旋转状况好及清洗时间长的特点。内洗机，该内洗机是我司新近开发的全新一代产品，其独特的整机结构符合 NSF 及 CE 认证要求。其独有的内冲洗工艺可以实现对内桶从瓶口至瓶底100%无死角高压水接触冲洗，解决了传统工艺利用喷头结构实现高压冲洗的一系列问题。经我司客户实际运用，产品空桶大样合格率可达99.99%以上。灌装机，配合我司独有的机构设计及灌装戒备控制技术，该灌装机最大产能可达3500桶每小时以上，
无加仑及三加仑产品灌装误差仅为正负150毫升，在达到同等灌装误差的前提下，该机利用了市面通用的阀门结构，摒弃了定量灌装阀的高投资、高维护成本的缺点，具有卫生级别高、维护保养简单的优点。热收缩机，该机系我司全新设计的电加热热收缩机，在产能3000桶每小时前提下，该机装机功率仅为3000瓦，实际运行功率1000瓦左右。独有的热风循环及温控系统，确保收缩膜均衡、美观。能量回收系统帮助系统最大限度地防止能源的消耗。在过往的3个财务年度，泛海平均每年为瓶装水企业提供超过35个浇钥匙工程。我们清晰地知道，这些用户对我们持续长久的信任，是基于我们充分了解他们的需求，为设备的可靠性、卫生级别、运行成本、产品质量，在做持续的工艺提升和技术革新。如同我们与这些老用户为技术进步保持良好的讨论和沟通一样，我们早已准备好了倾听您的需求和建议，衷心感谢。